开车感觉是一个进化跟成长，就是你不再需要大众交通工具，然后你可以自己很自由自在的去你想要去的地方，然后不需要家人接送，我觉得很开心，然后也让我感觉好像更独立了一点。好，十八岁就考到驾照的林心如分享了开电动车的感受，突破自我的进化过程也和品牌的概念不谋而合。而这个活动呢，透过了沉浸式的体验、互动装置以及车款的试驾，让车迷近距离来感受科技的进步，让车辆不光是移动工具，更转化为生活空间概念。而现场呢，也同步来展示首度亮相全新的车款，成功吸引了大家的目光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